要300啊？你要上去啊、哦？要上去吗？算了，我可以啊，你上次来上去了。上次根本没有来这里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不要不要上去，逛别的地方。你看那条，在那个山顶展望台就已经看得很多。啊？现在几点了？哦，那时间啊，所以逛一逛，逛到那边刚好绕一圈回去，刚好啊。就这样绕一圈回去刚好。你看那个墙打开了。啊？打开了，赶快来看，赶快来看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墙都开了吗？赶快来看呢、啊。哦，难怪他呢，刚才一直在唱歌啊。你要不要拍？啊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他知道啊。哎，太远了。